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课文第三句讲，说上述法，说就是演说，就是讲上述法。上述，咱讲加含义上述，就是讲加含义看起来有形，但是加并不是义。上述的意思就是有形，不过不是。根据奥义大师的注解，上述法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使人就是那是佛法，但是它实在不是正确的佛法。下面解文第四句讲，世人建立于上述法。咱先讲气人，这个气就是火烧个足炎足光，火烧个足盛大，叫做气。这会使读作气人，也会使读作气人。下边讲建立以上述法，就是建立一种含佛法真共款，但是事实是错误的法。规矩连智慧讲，世人建立于上述法，就是把一种错误的法讲得含糊法足共款，佮讲得非常的肯定，佮真大规模四界去宣传，敢那火炭佮真大片烧得真严安尼，也就是讲建立一个。上述一法建立个足肯定，个讲个哪只呢？宣传个严皮皮，甚至个讲伊才是对的，别种拢是唔对的。用安尼的方式来破坏佛的正法，这种的罪过是真重的。这种破坏佛法的罪过，甚至。比直接用古言来骂佛教唔好，搁较重。直接用话来骂佛法唔好，罪过都已经真重啊！为什么这款错误的上述法罪过要较重呢？咱先用一个譬如来讲，譬如讲一个囡仔内面得农药，伊直接写农药。你都别去吃，除非你要自杀。所以讲，这虽然规管拢是农药，但是可别危险。但是如果把规地农药掺伫豆油内边，搁放入去豆油干啊，干啊顶边搁打抹抹豆油一相飘，无小心的人都会去吃着。就是吃到一点啊，买中毒，所以讲上述法较危险，罪过较大。一个人若是直接用古言来骂佛法，来诽谤佛法，什么人听到就知影讲伊是无信佛，所以得诽谤。信佛的人就别去互伊背下去。观念被混乱去，影响比较较小。但是
如果讲一寡错误一项事项，真侪无深入去体会了解的人，一定会会袂失去，对发生错误的境界，这得真危险，影响嘛真大，所以罪过较重。上回学生老法师伊甲咱讲解这段时，伊讲既然建立于上述法，这种文字有一寡较歹了解，所以举一个现在的来帮助咱了解这句的意思。伊讲最近有人穿了出家衫，嘛是穿袈裟，现出家的相貌，四界去说法。伊讲伊会当使人当下马上得开悟。伊讲的地步，可是观音法门。伊讲那是对伊来学，当下对当开悟。而且佮讲念佛、参禅、其他的方法，拢总无路用，只为伊才是对的。伊所用是观音法门这个名，这个名是佛法内面的名，无唔对。观音法门本来嘛是一个真正确的法门，但是伊将伊讲了偏差去啊，这就是说上述法，实在并唔是正法。伊的错误伫倒位呢？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修涅槃圆通的法门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有讲到25位圣人应用不同款的修行方法，让证得圆通。因有的人是用鼻子、鼻筋，有的人是用目睭、用眼睛。甚至有的人由博弈洗身躯体会到道理，得证到圆通。因所证25种的圆通，拢是平等的。在《楞严经》内面，会甲咱推荐选择观世音菩萨涅槃圆通的法门，是因为《楞严经》的动机者阿难尊者，伊是你金卡来，就是耳卡来的精神。讲起来，咱这个世界的众生，嘛是你金卡来。但是《楞严经》内面嘛有介绍其他的法门，只要精神有好，照其他的法门去修持，同款会当成就证得圆通。并不是讲其他的法门无好，《金刚经》嘛甲咱讲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用其他的法门，嘛是同款会当开悟成就正果。但是迄个人讲观音法门的时，伊就讲其他的法无路用。安尼就错过去啊！咱爱了解《华严经》内面，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道理，有一句真重要的经文，咱先用白话讲一下。意思就是，共款拢是佛法，如果敢若执着认定一个法门，就认为其他的法门拢总唔对，这款的人就是去和魔鬼掠去啊，就是去和魔鬼控制掉的呀。华严经一句经文原本是：执一非一，魔所掠起。咱来解释一下。执一就是敢若执着一个法门，叫做执一。非一，非就是是非的非，
这种俗用都是认为唔对，疑就是基于其他，非疑就是认为其他拢唔对。执疑非疑，就是执着一种法门，就认为其他拢唔对。下一句讲魔所摄持，魔就是魔鬼，摄持的摄就是吸引。掠去，持就是掠条嘞，控制条嘞。魔所摄持，简单讲，就是受到魔鬼的操纵。所以，咱爱记好清楚，执疑非疑，魔所摄持。咱好好的佛弟子，唔通去做这款魔所摄持的代志。咱修行当然会使选择一个适合咱家己根性的法门，专心用功来修，一门深入。但是绝对袂使讲其他的法门是唔对的。咱讲法门，得亲像入城的城门，一个城有几个门。譬如讲，有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。离东门较近的人要入城，当然由东门入去；在含西门较近的人要入城，当然由西门入去。咱袂使讲家己是由东门入城，得讲别人由西门入城，唔对。每一个门拢会当入城。每一个门拢是对的，拢是平等的，得看咱含倒一个门较近。释迦牟尼佛为咱说法，讲了49年，讲84000的法门，遮尔济无共款的法门，就是为了要帮助无共款根基的众生，84000种的众生。需要84000种的法门，或是遐人大智慧的人，怎样会讲出无路用的法门呢？既然是佛所讲的法，伊必定是正确的，而且是有路用的，只是适应的根基无同款，所用受持的功夫无同。修行时间长短无同而已。譬如讲，同款要去家人，家人爱坐船，家人爱坐飞机，家人爱家己塞车，家人爱坐火车，有人爱骑脚踏车，有人爱用行路。咱可能感觉坐飞机较紧啊。但是有的人伊无爱坐飞机，或者伊无够钱，伊爱用行的。伊认为较慢嘛无要紧，会当看风景就好。既然伊是这款的根基，或嘛是会适应伊的根基，教伊安怎行路才好，安怎行路才会到。所以咱袂使诽谤其他的法门唔对，袂使讲干那家己的法门是对的。如果是安尼诽谤，就变成是魔的理论啊。上回学生法师佮甲咱提醒讲，迄个人所讲的上述法，佮有一个真大的错误。伊讲如果对恶。马上就会当开悟。咱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受了3代阿僧祇劫，最后出家修行，而且佫参学了5年，修6年的苦行，然后才伫菩提树下成佛。迄个人如果马上就会当使人开悟，
시제 비 시켜 모니 후 그카 거빙 란더 이진자 자린 거빙마 슝회 하싱다 화수 가란지레 홍화의 주치겸 이공 고대지중 자린 거빙랑 리나시 가치랩 증지 무관시 디와 매아 희자시 꿀지의 증지 근담 예빈 타오징 이기는 희아린 리하이 可以使人马上的开悟，伊一定买当使一粒经济马上的发给重大结果。伊如果真正有这种能力，唔只有可能会使人马上开悟，那是无这个能力，敢会当使人马上开悟。一般人讲，一世人未当开悟。 免讲甲开大悟，要开小悟，嘛必须爱有七条天诸福，九大众愿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必须爱具备这七条皇帝迄种的福报，而且加上九大众愿迄款的才华，有遐尼大的福报。 才华加智慧，才有法度伫即世人开一个小悟。要开悟，哪有遐尼简单呢？如果开悟是开错悟迄个悟，当然得较简单咯。咱爱行动互清楚，开悟到底是倒一个悟？毋通赶紧要悟得开悟。 就随便去相信人的讲过，煞变成开始错误。咱看禅宗一段记顶边有讲着，某某祖师可以讲一句话，就使对方开悟见性。迄是因为对方迄个人根基已经成熟啊，迄个亲像一粒果子已经熟啊，本来就特别落落来。 只要有低头该动一下，伊就会落落来。所以人一讲，甚至该拍一下，或者该站一支镜头啊，伊就拄好开悟。像虚云老和尚，伊是听到一个地杯讲破一声，伊就拄开悟。如果是根基还未成熟的人，不管人安怎讲，安怎该拍。 甚至所有的镜头啊，该斩掉掉，伊嘛只是哀哀叫昏昏的，根本未开悟。甚至所有的地皮，拢甲讲破了了，听了嘛未开悟。所以讲，会开悟未开悟，毋是别人的问题，也毋是外境的问题，并毋是别人或者某种的境界。 会当使咱开悟，那安尼代志就好办啊。譬如讲，咱看虚云老和尚是听地杯讲破开悟的，咱得个会讲是讲破地杯这件代志，所以开悟的。因此，咱嘛每工拍拼去讲破地杯，这都真好笑啊。 共款即个道理，认为别人可以加持，使咱开悟，去叫别人加持，这嘛是一种误会。像历史上亲近禅宗六祖的人，有几啊万人，嘛只有四十几人开悟而已，这已经是历代比例上悬了。 要做遐尼高，嘛无可能让每一个人拢开悟。会开悟的人，嘛是伊本身因缘成熟，具足特殊的根基。所谓根基成熟，就是由过去生到现在，一直认真栽培努力的结果。如果一个人伊过去拢无栽培，或者栽培一工夫时间也未够。
别人根本的无法度何属于开悟。我认识一位在建设公司上班的小姐，伊嘛去听了这个人讲法，听了以后非常有兴趣，佮非常有信心，足欢喜来甲我讲，依照伊的方法修，马上就会当成功啊，马上就会当开悟啊。我得向伊解释，含伊讨论。伊听了，忽然间甲我讲：“啊，我真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我每天伫建设公司伫上班，负责推销拍广告。广告拍出去是安怎？其中一事实阁是安怎？我应该拢真清楚。”拍广告是利用人什么心理，这我应该马上了解。我每天就是在利用这种心理做生理，竟然今天家己会上这款的当，会去给同这款的手段骗去。真加载，伊只是糊涂一时而已。如果会当看清楚这里面的问题，要会当聪明一些。那是糊里糊涂安尼行落去，糊涂一些就真可怜了。上面但是讲，世人建立于上述法这句概文。下面咱讲。下一句概文，若心自解，自解的就是自己解释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上述法可能是伊的心家己去解释骗出来，叫做若心自解。下面概文讲，欲将他修。他就是指他人、别人，修就是接受。欲将他修，就是欲者是由他人那边接受过来的上述法。这就是去听人讲上述法，听了就接受过来，变作家己的思想。这就叫做由他人那边接受过来。而且接受了上述法以后，就开始对伊安尼讲，对伊去宣传。最后一句概文讲：是名第四波罗夷处法，安尼就是叫做犯了第四波罗夷处法，犯了第四条的当界。